欢迎欢迎欢迎，来掐嘴掐嘴，我们家里啊，你好，欢迎欢迎，来欢迎掐嘴掐嘴，毛兄弟开始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各位岛主人，记者神仙小姐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富贵长寿养生村的公开销售记者会。今晚记者会马上就要开始啊！咱先邀请富贵建设总经理蔡大富来为大家讲几句话。多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啊！台湾这几年已经走入高龄化社会，人口结构也改变了。不过我们富贵建设抓到两尊时机，提几年前就投资成立养生村。养生村第一期完工没多久就顺利卖完了。现在养生村第二期五绿建筑的加持，够健全完善设施，我相信一天走成更辉煌的养健。听讲蔡董出代志以后啊，恁公司差一点啊就要周转不灵，那安尼恁的养生村敢可会当顺利经营落去吗？我相信这个问题哦，大家拢足关心的啦。啊，不过阮富贵建设是一间有信用的公司，不管遇到啥物问题，阮拢用上大的诚意甲决心来解决的。没有。各位记者朋友，现在在你的身躯边有一个牛皮纸袋，里面就是阮富贵建设的财务报表，请大家看详细。之前阮富贵建设确实有淡薄周转不灵，但不过经过阮所有员工做伙打拼以后，现在已经改善了，经营状况嘛足正常的，请大家会当放心啊。来，小姐。但是为什么我听讲有一挂厂商无愿意继续跟你合作啊？我相信大家拢了解，任何的合作拢需要双方来交涉，而且条件爱事先就讲好清楚啊，安尼咱的合作才会顺利完成。那是厂商对阮富贵建设有严格要求，阮富贵建设嘛对阮合作的厂商。有特别要求，现在目前还有一些事情要继续协调，所以大家先放心。如果是医疗的部分，我们早就跟正声医院讲好合作了，所以大家不用烦恼，可以放心。网络有传言说你养生村二期有偷工减料的问题，请你说明。情也不愿放，人生若重来一回，敢会当如我所愿。网络有传言说你养生村二期有偷工减料的问题，请你说明。这点大家也可以放心，我蔡大贵可以用我的性命做担保，绝对没有这件事。所有工程的妹妹哥哥，我们富贵建设都是用最高的品质来要求的，所以绝对没问题，大家可以放心。而且合约嘛写甲足清楚的，那是费用，还是有工程疏失，阮会赔偿十倍赔偿金给大家。这就是阮富贵建设保证。哎，听起来袂歹呢，要试看卖无？啊，是咱先来落定。阿贤吼，我听讲吼，你伫工程啊、进前啊、消防检查的时阵啊，敢那袂过呢？是安尼哦，系啊。迄时个机关主管，小贪要食钱，才会超工全部规定是得麻烦啦。哎呀，真要收呢，安尼袂使啦，安尼唔通啦，真难。哥，今嘛是安怎？
看起来大家是受到王瑞瑶的影响，对咱无啥信任的。这就是咱记者会的目的吧？先消毒大家的路，快点变。大家听我讲，要看一间公司是不是有实力，要看伊解决问题的本事啊。阮富贵建设过去经历过一波又一波的风浪，啊，不过阮拢坚强挺过来。这就表示讲，阮富贵建设是一间有实力的公司。无唔对，养生初二期虽然才拄打开卖尔，但毋过其实进前，阮都有真侪老客户提早落订，大家拢足满意阮的建案。所以我嘛希望，若想要买的人，脚手要赶紧的哦，啊，若无想换，就订袂到啊。我订十号。这位先生，你一届买十号，你是倒位来的信息？因为我相信川东的业界的名声甲信用，啊，佮有川总经理，才做厝里的事业，绝对会尽心尽力。养生村二期用的建材拢袂歹，不管是设施还是服务，拢规划了真好。要起来家己住，还是要投资，拢是袂歹标的。相信绝对不要大家失望。哥，这个人是倒位来的？你敢不识识伊？伊是六期的大学生啊，咱本来要甲伊买土地啊，算是有熟识。就是之前未记紧出代志，迄个金融魔术师啊。嗯，想不到会甲咱赚钱的。而且这个定十号，敢真正没有任何问题？是家己主动要买，算是就有眼光的，因为咱买物件确实是足好啊。嗯，张先生，多谢。多谢你甲阮养生村收听的。我唔是要听你啊，只是我感觉在节奏好会投资。听讲张先生之前在美国的基金公司做工课，是足有名的操盘手，而且佫有一个外号叫做金融魔术师。大家一听到就知影，伊对投资足有眼光的。所以对伊买养生村绝对是无问题。那是安尼哦，我一定要订啦。哎，川总，川总，我要落订，我要落订啦。我买，我买。我买，我买，我要落订，我要落订。大家先冷静一下，姐姐来，要订的，大家听我写你的名。看这状况，养生村第二期应该是无问题啊。总经理，我阁有一挂问题想要请教。妹妹，蔡大夫，就予你暂时好好享受一下。后一摆鸿雁若是公关的时阵，你就知。希望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。容易啊！多谢你啊！多谢你跟我们兄弟啊！拜拜，介绍下，这位是刘大师，干嘛？你好，你好，我刚才来，多谢多谢。奇怪，张先生，这个上八九号啊？